本头我，你给我找的照片啊？麦克假啊啦，刚到现啦。你莫叫是讲，伫藏在王爷身躯内底，会假做王金，都无人看会出来哦。你讲我一点印象拢无啦。我真心了后，发现家己，伫你旧厝的山那内底，难不成我要打电话过，我讲唔知发生什么代志呢？好啊啦，你若要搬伊哦，嘛包括实的。 三岁以内话，嘛只有陈文耀迄阵人捡你骗去尔。你是莫讲，你拢袂记你家己伫咧江家祖厝遐的时阵有偌嚣摆哦？你是讲江中年的祖厝，文耀嘛有甲讲啦？原来迄个人做出遐尔济恶济代志。到头你计先给答哈？你当阵你搁对我唱腔呢？ 我扣你手里甲舔舔舔，尾后甲血管阁有生命，都出刚刚做嘴时阵，你一路对杀，你管哦，要甲阮斩草除根的面相，我都真的是读个破工，拢会记得。你是卖遐激动，你咧走路真济代志，你无啥清楚的。老夫人有讲，江道成把迄两条分片藏伫我身躯内底，后来伊变做植物人，迄两个分片都会自动归位啊，这嘛是江道成清水甲老夫人讲的。 你莫搁对我面头前鬼鬼怪怪哦！亲像你这款奸巧阁恶毒的人，你们哪有可能对王军这款笨笨的身躯放手哈？既然恁的两条魂魄拢已经走到王军的身上，啊，那第三条要走来伊身躯顶哦，迄嘛是斗阵尔个代志尔啦。想袂到万条万过身，这么冲动。 几个代志，煞会约个准准准，若是互伊死计奉偿，我就免伊啊。叫我约着哦。唔对，罗家彭万钧，因个在这边内底，若互因知影，就歹收煞。阿刘文，我唔知你到底安尼想个啦。要唔过你若有闲，爱受空受空，我可去去投案自首。 甲恁英雄就你会怎么讲情调？免讲遮尔好听啦，莫想讲你有刀假性命，甲王文君摕来做掩护大，我都会相信你哦。你上好是乖乖的，甲我献出冤情啦！不，你我无想要甲你拍，嘛无想要甲你冤。我咧让你呢，你莫弄头成骨哦。冤怎破？你就是甘道成啦，我都唔相信，我今日我都甲你拍甲献擒啦！ 你开枪啊！死鬼本！等我给你拍个现金，你再看我是不是真正开枪。你这个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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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这个
啊呀！你是国民村家人啦、啊？你个台是对你有啥好处啦？啊！你是想害人老表不高兴？阿祖，你惊哟？阿这么惊死，你都跟我叔叫你家己，紧嘛！我都跟定我叔，我你个背起来啊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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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爸，你们要不要来？老板官，你若讲我紧一步，我死活往紧落，就等于我加歹一人命。我若往紧，洪金公伊恢复正常，你都相信？我跟你讲，伊根本就是半戏，你看。代志若不是你想安尼的。派一搭杀人罪，你袂敢安心冤枉？都出国时间嘞，我要结婚。爸，你也想要变安尼？我们对了哟。子瑜，子瑜，你还写中奖，你们有回来哦？刘高，你有开车？干嘛给他只有一个队？妈妈来，阿奶无这样水条嘞。只有你醒过来好不好？你若真正疼惜我，先走我走。
你回头好不？你给我拜托，我想要看你吃饱日，我想要一直友好你，友好你到老，友好你到袂顶袂头为止。爸，回头啦！我顶半世人已经无你这个爸爸嘞，我拜托你。你别跟我为阿婆死了有遗憾好吗？这个江道生罪该万死，我万条万死活不下，哪能有得该赔？替恁大家，甲真好爱拄着。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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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想要做那个代志，你肯把我惊死嘞？我嘛无想要安尼啊，强哥我若无安尼做，强哥我都做死我爸。呀！你们！不是你，就是我搞鬼，我强哥。你袂着下一个最后一面了。阮爸刚刚也跟怀疑你身躯顶有江德成的魂，哪安尼啊？我刚才当讲，伊失去伊的查某孙，嘛失去伊的弟弟啊。无恁看啦，我那亲像万条阮讲安尼啦。有要紧无？不紧啊，头壳有淡薄疼。我看你应该是刚家做厝的时阵去弄着头。啊，你大姨的时阵，现在怎么想出来去做脑部断层扫描，看你头壳到底什么状况啊？那分多尔，唔免浪费医疗资源啊。什么浪费资源？你身体有病痛就应该去检查，知影原因才有法度解决啦。你家己是医学破损的，哪会当对家己健康这样无要无紧？而且你对这个社会来讲足重要，是足重要的资源，医疗界足需要你的。你身躯有排偌济人的希望，还佫期待，你家己敢唔知影？哦，你哪会当这样看轻你家己价值？啊，你真正是，真正是枉费天公伯父你的才能啦。敢有这么严重？当然嘛有。你这个人就是命上好，唔捌失去过三针，唔知影珍惜。啊！我就是一个无某无囝的罗汉卡，我你来搞照顾。啊！我的意思是讲哦，我逐天代志遐尼多，哪有可能头袂疼？好啊，你若是惊讲这个社会失去我这个人才，惊我身体出状况。造成了社会大众的损失，那呢，你来替我分担一寡。我替你分担，我是要当替你分担。为着你这么阿婆代志啊，你来做我的地主，我分一寡石头给你做，安尼我头就较袂疼。喂，阿丽，我刚好林子清来公司上班。蝴蝶。阿姨不是已经退休你的职务啊？叫你好好啊，伫咧厝内底照顾小孩，啊，你哪会过来遮？我是来公司交办副总的职务，啊，不过因为还未交办完成，
所以我即马是公司的副总。林子谦在公司上班这件代志，我即马就用我是副总的身份投反对票。我绝对袂让这个歹计条的查某入来公司上班，来破坏阮吴姐的风水。敢有人爱你投票？我这个董事长拢还袂决定，你这个让人洗头的副总有啥物资格讲话？你家点去啦！伫遮上无资格讲话的人就是你。这个查某确确实实是是非之人，不管伊安怎甲你洗奶、甲你灌马汤，你拢唔通让伊骗去。有的。你这样讲话真正让人就特别离奇。你若是唔知影我之前是企业的管理顾问，你嫌我无够专业，这我会当体谅。啊，不过你即马是针对我个人咧攻击我，这我绝对无法度吞。我讲的本来就是事实，你的欧里素是众人知。过去你讲想要利用你的条件来诱拐别人的红腮，甚至搁想要甲陈公害死。若是让你这款查某礼拜无期，绝对是后患无穷。啊，有滴，迄拢是过去的代志啊。像林子健、马应辉，脚步打叉付出代价，伊是安怎搁要离个人的空嘴抹呀？因为敌人敌兵不敌心。李白，我知影你孤单真久啊，就需要温暖。啊，不过陈东俊让伊害到我凄惨，你敢无看到？伊就是上好的前车之鉴。这个查某对你所有的关心跟温暖，拢是假戏有毒的。陈博士，我总算是知影你想怎卡白掉、头壳掉掉。因为你的身躯边有这种干来晓办弄是非的人，你哪有可能清醒？林子谦。其实我对来这上班原本是一点仔兴趣拢无，啊，不过我这人的个性就是天生反骨，别人叫我卖做啥，我就偏偏要要做。既然你即马这尼啊针对我攻击我，这尼啊看我无好，我决定我要接受江博士的邀请，来无极做伊的代做。哦，无问题。李贝。你安尼做，伊家公司害到足凄惨嘞！甲公司害到足凄惨的人是你。你这副总一敢到俺厝公司后卡，我相信你离开了后，吴志一定会来。你这人真正是 EQ 足低，你唔但无资格做公司的副总，连姜家李少爷的 baby C 都做袂好势。你讲，吴迪，你谁送去？大伯，你唔知发生啥物代志，你别一辈。好啊，我拢有听到。俊南，你想要请人，我省里公司的总经理应该有权利过问才对，吼。哥，因为我相信。哥，你以后拢请相信我的眼光，我即马。知我家己在做啥，绝对不是感情用事。我甚至会当用我的人给他挂保证。林子谦绝对袂做出伤害公司利益的代志。请哥，哥相信我一摆。啊，若无，我嘛找一个想法，跟蝴蝶做伙离开。张君南，你是起笑啊？你敢需要为着这款查某做甲安尼啊？因为男子汉的话。讲会出，收袂入。我欠林子谦人情，必须还。我嘛相信伊会用伊的专业回报我的信任。拢经过这么多年啊，启宏唔捌谈过感情，是安怎啊？这么向阳对林子谦这么认真？江中林这次我真大条。已经害启宏差一点压袂掉江一团的意识，即卖伊个林子谦肯定行，安尼落去哪样子？确定着的，先处理下伊这条，啊那林子谦再倒倒来。